太宽了，那双眼皮太宽，拖那眼线。我说这位大姐呀、啊，咋的？咱俩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要不你出去溜达溜达去？我溜达啥呀？我不爱逛街，死了一听天。我那一会儿导演要来的话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？这话说的，人东最了解我，我不爱逛街，我也不爱说话。请问，这是兄妹传媒公司吗？是。你可别说话了，那个导演好啊。导演，哎呀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十二生肖影业集团的总监，兼导演，兼策划，兼摄像，我什么都兼。我叫李小龙，我们公司啊，准备拍一部大电影。讲述的是豪门恩怨、爱恨情仇大戏，电影的名字叫《士兵突出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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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这么老长，还士兵突出？你怎么叫腰间盘突出呢？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瞎扯淡，我的时间很紧，基本上已经按秒算了，知不知道？咋的？按秒算了？哎，哎呀妈，你也太负责任了，你带病来的？医生说你得不治之症了，说你还能活几天？我五天啊，一天。哎呦我的妈，腰不好也不至于丧命吧？我上一边去。不想活了？告辞，我走。我站住！他真是不想活了，怎么的了？不是你是谁呀？你谁呀？你别问我是谁。你爱谁谁？我不想告诉你我是谁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俩谁也别是谁。你咋这么能叭叭呢？啊？你瞅你那妆化的，那大红嘴唇子化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配两门大黄牙，你采取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风格啊？说谁呢？说你呢？啊、咋的？我长得不可爱吗？说可爱。可爱。我长得不带劲吗？说我带劲。带劲。我长得不着相吗？说我着相。着相。对我没有想法吗？没有。咋的？有。咋的？有还是没有啊？有没有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有什么数啊我呀？看你长得好看，腰粗腿短，大脑瓜子圆脸，小眼睛耙鼻梁，窝窝嘴嘎肥，翻了翻来像鸡胗子似的，一个人间一炮。啊！你一炮，你五炮，你六炮，七炮，八炮，九炮，你是大地红，大四花，你小面春天猴，怎啪？告辞。你回来。导演 你可不能走啊，你来一趟你演员还没看见呢。神经病，太能打了。导演来了。导演、哎、这是小静。你就小静啊？是我。我跟你说静啊，我的时间现在都老紧了，基本上已经按先试戏吧。啊，接下来这个时间我给大伙儿带来一首配乐诗朗诵，题目叫《等》。我在等一个人儿，人儿没来，怎么办呢？继续等。好好好，这演的拉倒去吧！我上啥呀等啊？导演不腰间盘突出多严重了，能等起吗？这演的玩意就不对，整那么慢，你行了，你看我的呀，我演，跟你有啥关系？看点。等，哎呀，我在等待一个人。哟，闪腰了。人没来，咋办呢？不等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再等了，你得考虑到导演的腰。他腰。姐，你能不能别捣乱？你演的这是啥玩意儿啊？你就溜达溜达吧，要不。导演的腰。你们能不能找个人管管他？我管，我管。导演，哎，你别生气，不行啊。导演呐、啊，肝给我气疼了。再给我一回机会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老妹儿，你能不能提点数啊？我跟你说，小静，你非常有表演天赋，你知道不？就你刚才那唰唰唰，那三下子，没有十年八年整不出来。可拉倒去吧，就他那形状，等谁谁不带来的？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小静。
我准备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试试你的镜头感，没有问题吧？嗯，来，上这边儿。现在你就演一段你最亲密的人狠狠地噗呲捅你一刀，试试你的镜头感。哦、OK 吗？哦 OK。来，准备，请，加油，加油，艾克森。哎呀，啊！吓我一跳啊！你，啊，太棒了！啊，说话呀！怎么是你？是我。还记得5岁那年吗？我们走在校园的小路上，记性非常好。有台阶。继续。一个台阶。好。两个台阶。继续。三个台。你摔倒了。你继续呀、啊！四个，哎、拉倒去吧！怎么多台阶的，怎么磨的？费劲呢！姐，你干啥？你能不能别捣乱呢？不是，你演个死戏的，还能不能死？咋这么多台阶？你站住塔尖上了，你想呀？不是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不是，观众都等你演这么前，你啊啊的，你说你让我演，你看他，那演那玩意就不对，你干啥呀？把那破玩意打开，时候看，三二一，阿克森。杀青，治病去吧，治腰去，治腰去。不是演完了，不是、哦、你演的这是干啥？你演这啥玩意？这不捣乱呢？停！小静啊，嗯，你应该谢谢他。你俩在一起演戏，这么一对比呀、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嗯，你演的太好了。我现在决定了，女一号就你了。你真的呀？真的，也太好了。给钱吧，多少钱？5000。这怎么还要钱呢？你别误会，我们拍这个大电影吧，投资了10多亿，现在就差你5000块钱，咱就开机了。你赶快给钱交了，你别耽误人开机。对呗，导演，你耽误人取钱去啊！回来去。是不是虎啊？回来，是不是都虎啊？是不是都虎啊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？啥呀？你过来，能不能不要那么大慌？便宜点。你买菜呢还便宜点儿？你看啊、哦，他是诚心演，你是诚心开机，咱就拾的灰的，取个钟。多少钱呢？30行不行？行。给高了。行啥行啊？大姐给我30，我打车来花35。这个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，静啊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别告辞。不是，40，再也不想相见。哎，40，导演，导演呢？导演，不行吗？那上上上，你看都愿意，你这啥事儿办的？能不能管管？老妹儿，你别生气啊。那个海洋，那个你给导演打电话，不行，这5000块钱哥拿啊。不是，关键我打电话咋说呀？你打回去吧，不行，我跟他说。哎呀，你可闭嘴吧，你可别说话。不行，你那嘴能把导演气走吗？你可别说话了，行不？你。咋呀？你给我打电话，你们别吱声啊！拿他都当电话，你给我气的。说话了。嗯，哪嘎响啊？包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给这包气的都没跟导演走。你呀、啊，一天呐。看。哎呀，不是。家政李小龙，汽车奔驰李小龙，头下的道李小龙，这啥意思啊？李小龙，李小鼠，李小虎，李小牛，是啊，这照片都一个人，这12生肖都要叫全了，这呀，啊，差个狗！哎呀，你可闭嘴吧！你闭嘴吧！找的啥人啊？那不就是骗子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托我的朋友几个打精的找的。你就说是，还怪我同学小翠呢。这不叫他的话，这5000块钱都没了。嗯，那倒是，姐，谢谢你啊。谢啥呀？本来你演的也不好。
你瞧瞧你呀，又说那话，我就得你这心直口快的劲儿。从今儿开始你就上公司上班，行不？真的呀？哎呀妈呀，那太好了！正式录用。就刚才我一进那公司的时候，就少一个招待员，就我这口才吧，口才好，必须当个招待员。我从最基层干起啊！我走了，当招待员去了。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这就我同学。一来就知道从基层做起，当招待员去了。呀哈，那怎么的？呀哈，就他啊，那嘴啊，当招待员，咋的呢？那咱公司以后还能有人来啊？对呀、啊，他对啥？作业能干那个吗？小春啊，小春、啊。